年我们110年的春节从2月10号到2月16号总共有7天，那这7天中间哈为了要让大家在新年期间呢到各景点旅游，我们还是鼓励啦哈要用交通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们的重点哈。今天我们办理这个新春记者会也是鼓励我们的国人出游多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为了我们的交通我们有其实我们有这个很多的措施今年也特别推出国道客运这个有8.5折的优惠，然后转到我们的地区客运以后有一段免费的到这个搭乘的这个交通工具那这个今年特别有一个孝心专案这个孝心专案呢总共可以这一路啊90条国道路线享有25折的优惠，所以在这个防疫期间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呼吁我们的国人出门要注意我们这个防疫措施要戴好口罩尤其我们台南地区现在有几个转运站透过转运站的转运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旅程的规划都能够很顺畅都很顺畅，因为其实过年期间大家如果开车的话会造成我们地区塞车那塞车我们的心情大概就不会很好了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大家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过一个好新年。